我跟你说，你什么时候最美？你喝水的时候最美。你看你今天的脸，看不看到的东西？有点可爱。你看，你喷唇液的时候，姿态多美，多好看。一直在变，你还是你，你就好像一条长流不息的细水长流的河流，你会因为河流的形状不停地在变，来配合来适应这个世界的多变，因为你知道变幻才是永恒。你刚才说的我都同意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有一个人可以夸赞自己这么长时间，我也想听你夸夸我。我相信你应该是虚拟世界上面的小鲜肉吧，帮我找小猪吧，你找到的你就是全世界最有爱心的，最可爱的，永生不老的，而且最无敌的超人。小然，小屋，帮帮我！我的观察对象容祖儿，希望明天可以帮他找到猪，做回快乐的自己。